这个是跟着我3年的老铁啊、哦、啊，现在开始上工资，现在是4月份工时229，5月份的直接扣完了，没有了，只有100多个小时，然后6月份225，7月份19.5，然后扣等一下，这122的扣款的。扣款的，我等一下把明细找给你，啊，这是哦，对，这个再减去，不是减去60就行了，啊，减去60，他妈的，你算的是4个月的，三个月的，对，没有，没错，4、5、6、7呀，我只扣了你3个月的，啊，嗯，3月份我又没进去，我说4、5、6，啊。现在就扣了你3个月的保险费，啊，啊，你现在是4、5、6、7，这是3个月没错，5月份没算，是只扣了3个月，嗯，啊，然后借支借了代办1800，借了我4200，啊，现在合计呢是-846，我操，啊，你一年前欠了我3000-4000块钱，我都说了。现在我不用你还我3000-4000了，就还我2000就行了，因为你敢来，我操，我觉得你这是个男人，有担当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合计还欠我2846，所有的账我们都清了，就欠我这么多钱，好吧？签名签到这里，签这里，对，签两个名字。啊，再签个你的。真名，好，该搞定。对，然后金额-2846，借支，然后这里，啊，工时每个盖一下。对，来，代办的1800，我的4200 ，OK， 对着镜头比一个 OK。对 ，OK， 我跑起来给了。我的菜园呢？等一下。这点小钱呢、啊？我压一把都更多了。什么？这点小钱呢、啊？我压一把注都更多了。压一把注就没了？更多啊。哦，更多。那你的话，直接给一包，别人都是一只。啊。搞一包差银。因为你这次你回来了，知道吧？那我这2000块钱有着落了，所以说一包烟无所谓了，好吧？啊，行，这个150开房凑个3000，好，我给你凑3000啊，对，借150次，啊，欠我3000了，打一圈，妈的，抽你是差烟嘛，对不对？打一圈，打一圈，先给，对，来。先给摄影师一个，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。你怎么那么难呢？你太难了，谢谢。不认识无所谓。搞这么久连烟总的钱都不够花了。妈的，借的多，时间长了，对，紧张。时间长了。给我一个，妈的，你我操！你怎么搞啊？掉了一路，哎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哎，老铁，啊，抖音。